现在是高峰吗？现在不是高峰季吧？啊？明天就没人了。他想下游一圈，啊，一点半以后，这边人相当多。这个地方是，哎，那个是雷峰塔吗？啊，那个。雷峰塔这边开车不行的，这个车子进去。啊。哎，你这个要多晚？我们要到这个地方去兜一圈，五天游万州。放心消费在景区，畅游西湖乐无忧。看人大船，搬回杭州了没有？在这能看雷峰塔吗？能那儿了吗？龙泉上面，龙泉也没看到。啊啊啊啊！就你们可以上去的。Seven 到西湖游玩来了，啊，那个地方是雷峰塔。你家狗呢？我在这儿呢。我狗在这儿呢。Seven， 啊，走，坐好吧，坐好，坐吧。下面好了，师傅。啊。下面好了，就是下面。你下去吧，师傅。别跳啊！别跳下去，三万啊！啊，好了。上铁车自由不出来咋办？三要喝水，喝西湖水。三万。再问你查查西湖水好不好喝？啊？他怕水吗？三不怕水。再问你查查西湖的水好不好喝？啊？这个可以会游泳。你往那边点。哎，我这真的好偏重，这偏重了头呗。不是不让带狗吗？三万，这水能喝吧？啊，西湖里的水可以喝。牵着他别掉下去，不咸不淡还行。大船不让上啊，这样小船让上。大船不行，大船人太多了。啊，照张相片儿。感谢船家拉三位上西湖。放个曲儿啥的，车上放个曲儿，上个那什么曲儿？塞湾这么热呢？啊，塞湾，爸给你盛点西湖水啊、哦！来，塞湾施展不开，这船小。哎，这可以了。这可以了，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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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啦啦啦啦啦啦啦，老爷放个千年等一回吧。Seven，咱自己喝吧，自己喝吧。你啊？哼，啊？没有，我们那边，我们那没有，我们那没事儿。三想下去，三想下去游会儿去，啊？你没坐船，我坐的这是大炮。狗的背带没有，狗的背带没有。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家人们。三哥下，三哥下去。啊？哎，下去马上花幺零点啊？下去怎么的？啊，他这里边不让游泳。啊。啊。啊，他们让你回，你就回去。要是不要还我，我说他等我够了，对不对？啊，我更不怕的，我也要怕，对不对？为什么你说打毛球这么小？对不对？嗯，我们也有难度的了，哥们啊，是不是的？大家理解的。那个是雷峰塔，那是雷峰塔，这个公园吧，对不对，师傅？这个公园它是一个开放的，是吧？对，公园是开放的。谁都，你看没有门票，来西湖都没有门票。这什么船？这什么桥？断桥？什么？断桥？断桥？这断桥残雪那个断桥吗？啊，千年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那嘎溜。三万，你不能养那个啊。断桥去看雷峰塔，船多少钱？才150块。便宜，现在便宜，便宜便宜，没多少钱，便宜，150块。断桥，哎，其实他们那自己划的可以哈，啊？这玩意儿起码不会让上哈。啊。断桥。这是杭州，对，这是杭州。哎，那个这条，断桥下面是什么？什么？白沙堤。就纪念白居易的。啊，纪念白居易的，这是。杭州西湖。啊，又去杭州了。三嫌船太小了。三，咱再喝点水。坐下吧。三，你高不高兴啊？三，你高不高兴啊？高兴啊！嗯，那过来惠州市，西湖也漂亮。那是雷峰塔吗？那个是雷峰塔，那个是雷峰塔啊！雷峰塔能不能让上啊？狗狗也上不了。哎，你看你们能看雷峰塔吗？我给大伙看雷峰塔啊，家人们，此时此刻的雷峰塔能瞅见没？看了吗？有点看不清。此时此刻一点点看不清。啥时候去杭州了？昨天来的，家人们，昨天来的。哎呀，带俺家三文出来溜溜溜的，带三文看看雷峰塔，带三文看看西湖，啊。白天公园不让玩儿，哎，这个是那个什么，三万，你看看，这个，咱给你介绍一下子，这个是那个断桥，啊，其实也没事儿，因为刚才跟他们说的，只要是你抱着上船就没事儿。安
看了吗？这是那个断桥，这样真牛。牡丹江封城了，这啊那是宝角塔，宝树塔，宝树塔啊，宝树塔。宝树塔有什么故事吗？宝树塔实现了一座塔啊，纪念农业部的古瓦，这钱我们去买，保佑他平安，早天他回来就是。啊。哎，你拿手机来，你把手机拿来，你把手机给我来，打开。我要给俺家三文拍个视频。封城怎么走的？我在封城之前走的。快手呢？你找找。给三文拍个视频，留个纪念。拍个照片。新凯湖，这是杭州西湖。滴答滴答滴滴答。那给三号抢着好。现在过不去了吧？啊，过不去了。瞎晃了，嗯，晃，别再拧了。我家那块皮带的，来，你坐好了，三，你坐着来，坐下，三坐下，坐，爸给你发。三，你坐下，坐下，三，你坐下，坐下，爸给你照拍个相，你坐这儿。三，你坐这儿，坐拍这儿，这有景好，这有景好，对，坐下。哎呀，你坐这儿，你坐这有景好，这你看给三哥高兴坏了，他太高兴了，你看他还跟我撒娇呢。咋的了？喂，你起来了。啊，你说。嗯。牡丹江开车到杭州。大概30个小时左右。啊，我是原来的，我是。啊，行，那不让他出来了呗。那人去看你还是咋的啊？啊，啊，行，啊。还有灵感哇！哦，行，那大家待着呗。嗯。三，你先这么来，坐，哎，好。坐，好。好，拍三文的背影。三文看啥呢？主播在哪里？主播在杭州。这是鸭子还是鸳鸯啊？鸭子吧。鸳鸯。
鸭子。鸭子。鸭子。啥鸭子？老爷，你跳湖里去看看三爷会救你吗？能行吗？哎，这湖里不让游泳哈、啊。对，不让游泳。禁止。啊，禁止游泳。这你跳下去，他也没办法啊。啊？不是，不能不穿游泳衣不行哈、啊。不行。别瞎说，吓坏了，人本身就不让游。过来过来走，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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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这地方你摸不开摸摸啊？啊啊，三万你坐下啊，你看看你坐摸不开钻不开摸摸啊，你啊啊，你要和三万妈一起，你看给三万高兴坏了。好了，高兴坏了，高兴坏了，三万，好，高兴坏了啊！哎呀，真高兴啊，三万！哎呀，三万，真高兴啊！啊，这地方空气好，知道吗？空气好，狗哥在这地方他也开心，知道吗？哎，空气真好，到杭州了，他想出去跑跑，干！你跟人船家混熟了这是啊？看看还给人拆船，那拆船不行吧？你看看咱们，你看，哎呀，看看咱们啊，你给他看住了。这多深？5米啊？5米？咱这个地方是几米？大概5米左右。大概我还有5米深吗？这地方怕水，三万可不怕水，俺家三万怕过水吗？三万可是游泳冠军呢，真的，他是游泳冠军啊！比赛啊，冠军呢，10多个拉布拉多在一块游泳，他第一名。啊，力气大，不是力气大，他长得小。你看他，但是他游泳是冠军呢。干啥不行啊，游泳第一名。三万夸你呢，说你游泳第一名。啊，这鸳鸯吧，野鸭子。呀，哎，那个雷峰塔看不着了。能往钻那去了，雷峰塔。雷峰塔钻那去了啊，对啊，看能看雷峰塔吗现在。家人，你们现在能看雷峰塔吗？这儿呢。我去年10月我也去西湖玩了一下。西湖人都说西湖不来西湖，不来西湖遗憾，来了之后遗憾一辈子，是吧？不来趟西湖是真遗憾呐，来过之后才知道啊，遗憾一辈子呀。哈哈哈哈。一鸭子，那狗游泳。Seven， 老爷好幽默呀。狗想去抓鸭子。看到鱼抓了吗？这小船是租的吧？对啊，这小船是租的呀。哎，你把手机给我，你拿手机，你拿手机来。刚才三五可好了。
咱过来吧，咱过来吧。啊，哎，不站着，站着，站着，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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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站着。哎呀，那你看鸭子，你看鸭子，三万，鸭子，三万，再看鸭子，三万，看看鸭子，鸭，啊，你也知道咋的啊？三万，你看你别拿这个，你干啥呀？你要去找鸭子去啊？不咬人。三万，你看看，你过来，快，你不能抢我的绳，不能抢我绳。你看鸭子，你看看，鸭子啊，三万，看鸭子了吗？三万。不稀的看呢，我不要你不行，我不要你，看你要干啥去？啊，上，咱这胆量不行啊！咱你也高兴过头了啊！有点高兴过劲儿了，三万啊！肯定不是西湖，真的假的？肯定不是西湖，这是西湖吗？这不就是西湖吗？肯定不是西湖，200%就是西湖啊！200%就是西湖。西湖不要门票？对，就西湖要门票，因为这边的人。但不像西湖呢，啊，那感觉有点像人民公园了，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是不是？嗯。香精抹糊。是有点像江宝湖。嗯。干啥？哎，过来，过来吧。嗯。过来吧。咱现在往回走啊？啊？这游挺快呀，这个。三万，下来。上了，我看你也上。你瞅我干啥？你瞅景儿，但我还不是景儿。你瞅景儿，你瞅这景，咱瞅湖，你瞅我干什么？我总是瞅我，我像湖啊。小心，啊，看湖吧，别看我，看湖。三万，三姐，你坐那看湖，坐下。看湖，你看你，说我也不是湖里混的，哎，海里混的。他这边有，啊，金脑袋看的什么玩意儿？湖安，是吗？湖安，湖里的保安吗？啊，对。咋了？要下去啊？要下去。要喝水，要喝水。都下岗了，要喝水，要喝水。不是啊。
好了，你给整点水。来，等会儿，这湖水喝呗，伸胳膊伸脖就喝了湖水。脏还能喝水？喝了，咋样？还要喝？不是，还要喝？不是，他们要瓶。他要瓶。好了，瓶不行。来，喝不喝了？喝不喝了？说，喝不喝了？喝呀，给，好好喝。来，能好好喝不？来，低头。你看看你的，不喝了，他要瓶吗？不给瓶，瓶不能给。瓶高低不能给啊，杯垫不能给。行，给，回头。哎，行。好了，不能瓶啊，不能拿瓶啊，坐好了，坐下，听话，再听话，再靠湖，啊。三万性子呀，三万这性子太急了，他想扔瓶子到湖里试试看周围是不是都是水，不行不行。三万你要干啥去？不是你要下去啊？你要干啥去啊？不是你啊，你要干啥去啊？他下去游一圈，这脾气上来了咋整？啊？你干啥？你要下去游去啊？你看看，不能游，不能游，不能游。哎，不能游啊，三万！你这不是水泡子，这是湖，三万游不了啊！三万松手，我不能松啊！不能松，不能，行了。游不了，犟呢。等一下，四个一起游。不能游，犟。完了，师傅开始用力了。没事，师傅。哎呀，完了。我吓一跳了，啊？你做剧烈训练。你下去，我明天不是下不去。他下不去。是不是师傅？你看，下去，你上头掉去。他下不去。我要去进去吧，你这个人他妈的干这么大。师傅看他敢吗？那能松开吗？我也是发型啊，对吧？跟一样，这也是必要干法。三万。不怕。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完了，三万，人怕你去游泳呢，人不让游泳，不让游泳的，你犟，完了吧？回来了，这行，多玩会儿呢。你看，你还有油，干啥去你？这哪里静默湖吗？这哪是静默湖啊？这不是静默湖，这是那个啥，西湖，杭州西湖。不带老四啊？哎呀，我带老四又说不带，为啥不带老大？我带老大为啥不带小迷糊？我这他都来的话，那不成流浪狗救助中心了吗？
联盟塔呢？联盟塔在这呢，看到吗？现在应该能看得非常清楚了。今天有雾，看到吗？这儿呢？看到吗？雷峰塔，你胆真大。那是雷峰塔，疫情过去了我也去。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西湖158一位，你看西湖吧，这不是西湖啊，西游。游了一圈，游了一圈。从那大里的。你先上去咋的？啊？你先上去吧，你先上去。现在门上都出不去了，不是好。你看人上这个牌上，杭州市海防海事局监制，杭州市。西湖，行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只让 Seven 上船，别的狗不行。来，拿手机来，给你拿手机。上，走吧，你抱着走，抱着走。哎，没收钱吗？钱给完了。啊？钱给完了。啊！狗狗，狗狗，我最喜欢这个狗狗。就是。哎，三哥，你是真沉吗？三千多少斤？我估摸着呀，60多，7-80斤。没钱了呀，那个急车还坐高。我那个想法的这个，哎，妈累死了，走会儿吧。哎呀。我不行，太累了，慢点。哎，累死我了，主要是抱不动了，录像的路边的风景。杭州西湖没啥风景。哎，现在这个季节是我们能看到那个樱花啥的。啊，什么花呢？要这樱花的。就樱花是吧？播多久了？刚播没多长时间，不是疯了吗？杭州，我们在杭州呢。啊。欢迎大家伙啊，我们现在在杭州呢。你看这地方多好啊，过了什么意思啊？过了樱花起早就过了，去断桥上，断桥人不让去，断桥人不让去，咱就在这溜溜的，看看湖啥的可以啊，拍个照片。
三万累了。哎，欢迎家人们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儿啊！咱家下方小购物车，大家伙可以逛一逛。来，宝宝上车，上去吧，上去吧，快上来！来，上！坐好了吧？坐好了，坐下，坐下。坐下。刚才去之前得跟人说一声。啊。要这地方人太多了。这次给三位看病去吗？没有。这地方人太多了。还乱走。这是什么地方？杭州啊。杭州。我跟你说吧，杭州一点事都没有。啊，我来这都没扫码。坐好了咱们来。坐下。啊。我们来这都人都不需要。杭州没有，我们这都是绿的，我们这都是绿的，所以没事儿，知道吧？疫情出去真的不太道德。我们这都是绿的，杭州早就没事了。这绳咋卖一套？没有啊，咱没有绳，咱现在没有绳。咱下方小购物车，家人们，你们想买咱家那个大米呀、啊，下方小购物车都有。咱坐下吧，坐好了吧。坐吧，三万，坐下，咱坐下，累歇会儿，咱坐下，咱坐下。南疆都封控了，去杭州不用啊，就杭州不用，去我们这不用，因为我是绿的。啊，你要是换别的色儿的话，肯定不行，绿的就没事儿。主播，瞅瞅从南疆这么老远。人家还有狗，有的是带狗来这儿。你看人家还有狗带狗来这儿了。朝阳堡有活动吗？朝阳堡。朝阳堡拍一发两盒，49块钱。哎，朝阳堡49块钱几盒？两盒，49块钱两盒啊，家人们，在第15个链接，小宠的肠胃宝两盒49块钱。拆吧，让他俩玩一玩，这地方不让遛。啊、嗯，我一会儿再研一研，带三位上别的地方玩点啥。嗯，外面也行，注意防护，狗狗也是。先用可乐给喝点水，刚才给他喝过了。这地方吧，这地方它不像是我们东北那边，这地方人都穿半袖啊，人都可以穿半袖了，这块。人都可以穿半袖的这块，啊，行了，家人们啊，我一会儿研一研，上看还能去哪儿，然后然后呢，有好玩的地方我再播，啊，有好玩的地方我再播。去杭州干嘛去了，老铁？去杭州带三万玩啊！我之前在这地方租的房子，然后房子到期了，啊，我得去解除一下子啊！还有那个押金没拿回来呢，啊，还有押金没拿回来，所以我得去。
我出门跑那么远，我就不放心 seven， 就想带着他，我就想带着 seven 来，啊，正好带着 seven 来这几个地方玩会儿。狗狗虽然不懂，啊，家人们，狗狗虽然不懂，但是呢，啊，但咱带他来了，对不对？咱带 seven 来了，路过这地方，拍个照片，拍个视频。留个纪念，是不是？三文和你在一起，哪儿去哪儿都行。三文，行了，家人们啊，我下播了啊。我先下播了，拜拜啊。再看一会儿三文，别下播。我先下播了。因为我现在要开车，我再研究一个好玩的。这个地方咋的，这地方公园吧，人太多了，知道吧。然后小孩也多，你看那小孩也多。哦，这地方小孩太多了。哎，行了啊，家人们，拜拜，拜拜。哎呀，走，往那上面走。对啊，山那顶去，走。来，三三走。走，下船了，上山了，下船了，下水了，这上面这景老好看了。这块是西湖龙井村。对，往这边走的。这是西湖龙井村，龙井，这都是龙井肠，这边是龙井肠，这转圈四周，产龙井肠的地方。哎，这地方空气好。三万，咱们一会儿爬上去看看去啊。我们一会儿上山顶上看看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果真是啊。西湖街道。龙井村老多人了，这个地方老多人了，现在啊，哎，得带三万爬爬山啊。在东北的话那山爬不了，到山上没有信号，人家这山沟子里的信号都嘎嘎的，是不是？人的山沟里信号都嘎嘎的，走，来，你拿手机，我给三文拍照。去西湖干嘛了？玩啊，茶树，这都是茶树。哎，他们采茶采的是哪儿的茶？是不是这个茶尖啊？这个尖儿。啊？对。采的上面茶尖这茶。我不要了。这都展示了呗。就新发出来这个茶，上面有采茶的，有采茶的，来，你拿着手机来，我给三文拍照。王总，
阿挑家茶基地。来，三万，三万，坐下，坐下，啊，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再上一点，好，好，坐下，坐下，三万，坐下，好，帮你拍照啊。三万，三万，呜。啊，就是自然一点。播多长时间了？刚播。来。对，上午去的西湖。哎，三万。走吧。我去那儿买过茶，那也全是农户自己家的。这个时候茶应该是最好的茶，因为这个时候是清明节。明前他们分那个明前的茶还有明后的茶，清明节之前的茶也好。哎，有 Seven 坐船的视频吗？我刚才发了一个。哎，这个地老好了，看这个茶是不是啊。咱们上到井上面啊，看井上面啥样，看井上面啥样啊，春游了。但是有人要买点儿小不点儿，有人要买小不点儿，买小不点儿，大伙儿联系三妈妈啊，来三过来，让人先过去。哎，好，来这里也好，这里好，三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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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下，三你坐下，三你坐好了，坐好了。啊，这边也好看是不是？对对，来，嗯，三万，来这，抬头，啊，这好看，走，啊，没事，走，没事，刚不带老四来呢，我能带那么多吗？肯定是带不了那么多呀，我只能带一个，只能带一个狗出来玩。老四不行，小迷糊、老四、老大，他们几个都想带。啊，不是牡丹江啊，家人们，这地方不是牡丹江啊，这地方你们看看啊，多少人。这是大山沟啊，这是那山上你看带小黄点的地方全是采茶的，这个季节都是采茶的。走吧，上上上上上，对，咱只能走台阶了，那好上一点，走台阶好上一点。西湖龙井茶园，哎，西湖龙井茶园啊。他们是什么人？他没家屋吗？啊？不是没家屋。他这一天踩不了多些呀。一个一个薅。嗯。他的一车又是飞机，一车又。老多人了，这地方。知道吗？这地方老多人了。这是哪个省啊？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嗯，走走走，上去来，上去，咱们再往上上，还能上，还能上，还能上，上去之后就老漂亮了，知道吗？再往上啊。哎，那边人多呀！哎呀，你还有爬那么高的？怎么爬那么老高？杭州带货茶叶吧？不会卖呀，家人们，不会卖呀！这玩意水太深了，在这给坑了，咋整？是不是？不会卖，不卖茶，不卖茶，
不想被别人坑，也不想坑咱家粉丝啊，咱要带三位好好溜溜的玩玩得了，好好的上来溜达溜达，看看景，是不是？咱三位过来看看景挺好，咱不卖茶水深啊。你说那茶晒干了之后，你知道是这块的茶还是这块的茶，对不对？啊，咱不懂的肯定不知道是哪儿的茶啊，肯定不知道是好茶还是孬茶，对不对？哎，我看不出来啊，我要卖货的话，你们更看不出来，对不对？咱这懂才能卖，那不懂，研究，咱不研究咱咋卖呀？啊，不研究咱咋卖呀？坐下吧，你也坐一会儿。哎，哎，三文应该累的，其实我没事儿，我也，我要咱跑上去，三文咱一块跑上去。啊，咱要跑上去，我怕三文累，因为三文有点贫血，他有点贫血，不用懂。三文，你要采茶去啊？啊，整点，整点回去喝去。你喝茶不？整点回去喝去。啊，三文，三文这次玩好了。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老铁们啊！我现在这个地方是龙井村啊，杭州市龙井村啊，这是个山坳，这地方属于山坳吧？是不是山沟子？然后呢，这周边全是茶农啊。你看那边山沟子，你看那边全是，他们这地方全是别墅。你看他这地方全是别墅，家里都卖茶叶，都有钱。哎，真的回去尝尝。采尖下来制成茶叶。哎，你说这个东西啊，家人们，这个茶叶是不是你现在给它摘下来？但是呢，咱们不炒，咱就是不炒，就不像他们专门做茶那种炒，咱直接拿回去泡水的话，是不是不好喝？得炒过之后炒出香味来，或者晒干了之后才好喝，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个茶叶，老铁们，这个茶叶肯定是好茶，肯定是好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让不让采啊，我不知道让不让采，是谁都能采呀，还是不让碰？别去草丛里，别弄上壁虫了，老爷，没事。没事，三文前一阵儿我刚给三文做完驱虫，我还没给他洗澡呢。啊，我刚给三文做完驱虫，没给三文洗澡呢。是在哪里？杭州，杭州西湖。清明节前茶太贵了，他这茶应该清明节之前茶应该都采完了，我感觉，是不是？这就属于明后的茶了。明前茶贵，明前的茶都采完了，应该是。咱再往上上。啊，家人们啊，咱下方小购物车，你们可以逛荡逛荡啊。咱往上上看，从上面，咱上到景顶上看啥样，老铁们啊。大米58块钱十斤，咱家大米，咱东北石板大米58块钱十斤，啊，待会儿可以去拍的，尝一尝，啊，尝尝咱们家的新米。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一点都不累，看着啊，一点都不累，上走。累不累？你看，比我有劲儿，看着。哎呀，给我四哥一口气能上到顶儿。走，上。我四哥一口气能上到顶，介绍一下10号链接。咱等会儿吧，咱慢点上，往下看一看呢。哎呀，这地方好看呢，往下瞅啊。第10号链接我看啥啊？10号链接。10号链接狗粮啊，那个是4斤4两的，是不是那个狗粮？咱的狗粮是4斤4两是吧？啊，幼犬吃的，39.8，一包是4斤4两啊。诺瑞的，比瑞吉诺瑞的啊，那款狗粮是比瑞吉诺瑞的。越往上越好看，越往上越好看。这还有用无人机拍的呢，还有人用无人机拍照呢，三个。
塞万爸爸，你给塞万拿水了吗？拿水了，有水，没事。塞万有水。对，没事上这地方溜溜的。来杭州的，家人们来杭州的话，你们来这地方，挺那啥的，挺好看的这个景。啊，下面他们都有，都可以喝茶。下面，这每一家每户都能喝茶，因为每一家每户都是茶农这地方。你一进来之后就非常人非常多，就问你，哎，喝不喝茶呀？喝不喝茶？上我们家喝茶去吧，拉你上他家喝茶去。杭州哪里？杭州龙井村，家人们，杭州龙井村。那行了，到了没被隔离没有？没有。酸菜20.09元/斤，家人们啊，咱家酸菜20.09元/斤，咱再往上上，咱再往上上。哎，这是什么花呀？这是黄颜色的，能吃吧？这个，走，走啊，三走，载我，三三，你载我来，再上上上，三上，三上，来上，啊，他得载我上去，走。哎呀，俺家 seven 是登的最高的，我要跟 seven 一块儿。登在往上登的高一点啊，往泰山往上登的高一点上这块儿啊，走，卡了，不能吧，因为上的越高信号越好啊，啊，这前面应该能绕过去，嗯，三也不怕走丢了，你看三也不怕走丢了啊，还能来上，哎呀，走，多少，我要带三个上那儿，上那点儿，不卡吧，应该是越往上，越往上，哎呦，它那个信号越好。走，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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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说俺这三分是四驱的啊？上来，三分是四驱的。哎呀，三分呢？咱下咋下呀？啊？没事，来，能上去，能上去。哎呀，呀呵，三万呢？我得给你找个地方好好歇会儿。啊，你就歇这儿吧，来歇这儿吧，歇会儿三万。这四驱的就是好使，啊，四驱的好使。这地方应该，过来，三万，过来，过来，还能往上上。哎，这上面空气好啊，纯纯的山村呢，淳朴的山村。这你觉得山村淳朴吗？啊，要小迷糊得八区了吧，小迷糊得，俺这小迷糊啊四区，哎，俺那小迷糊不，别说是八区了，小迷糊都要把涡轮给带上的，层层的，涡轮层层的。小迷糊呢？三万，三万，小迷糊呢？三万，三万，你想不想迷糊？三万，三万，三万，想不想迷糊？啊，人家三万不累，是他姥爷累了，再来上啊，啊？上面太陡了，没有台阶了这块儿。你上去，上不上了？就咱今天登的最高点啊，没多高了，就到那块儿，最高点了。
哎呀，那个山上人真多呀啊！就对面那个，那块应该是最高点呢。你说爬那么老高干啥玩意儿？过来减肥来了？啊？看风景呢。空气好。你说这地方能有疫情吗？啊？我给三整点水喝，喝水不太晚，来走，走，三，我给你整点水喝。对，三吧，嗯，上那儿去，三，上这儿，上这儿，上这儿吧，来，三，三，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对。哎呀，这什么？这什么东西？这是樱桃吧？我没猜错的话。啊？哎，家人们，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草莓吗？这樱桃吧？啊？是不是？不是，不是草莓。我感觉像是樱桃，樱桃树。我也喝了，坐好了来。是石榴。啊？野草莓，说野草莓。那是野草莓啊。嗯。左脚并用，小心点。等一下，我抓住你。这三文在山上丢了，可找不着的。不要走！啊，找不着呢，找不着。这往那一站，都不知道藏哪儿了。嗯。谁？等会儿，喝。哎，起来，不能趴着。你别把手机拿着，放手。啊，走。榆树，哪个是榆树？走，三万，走，来上上，三万，来，再往上，再往上，往这边，这边，三万，上这边，上，跟爸来，三万来，跟我来，好，上，呀，上，好，上，啊，咱上那儿去吧。三，过来，那属于荒野求生了，快！三，过来，快上，好吧，把三文保护好，没事，俺三文不乱跑。三，上，最高点了，家人们，无能为力了，上不去了，啊！呀，还能撩！哎呀，三要累了，三要坐歇会儿吧，不能上了。你看他们都往这地方来，你看他们都上这地方来，越不好走的道，人来的越多，知道不？啊？上！好了，咱这回不能上了，三王啊！好了，啊，这有更好的地方啊！行吧，那就坐这吧，坐歇会儿吧，有草莓就好了，三万，这地方有草莓就好了。太陡了，啊！太陡了吧，这也。是不是就带一个，就带了三万一个，老多人了，这地方你看下面车停的满满的，没有地方停车啊。哎，他那个道应该能上山去。三万来，三万，这是什么城市啊？杭州，老铁们，杭州。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西湖边上。我这个地方 seven， 你看看你过来，我这地方就是西湖边上，哎，咋不带迷糊呢？太多了带不了啊，我只能带一个狗，啊，只能带一个狗，嗯，迷糊吧，俺这迷糊太淘了，知道吧？迷糊比 seven 还淘，啊 ，seven 你拴着他 ，seven 听话，知道吧？迷糊和老四啊。他们不听话，啊，
他们就是一出门的时候啊，愿意扑人之类的，知道吧？啊 ，seven 就不带，所以我更愿意带 seven 啊。俺这 seven 以前干啥都跟我出门 ，seven 以前干啥都跟我出门，这地方多好啊！应该在这地方给 seven 拍照，是不是？啊，应该在这地方给 seven 拍照，这景多好，爬这么老高啊！我抱着 seven， 我抱着 seven， 让他给我拍个照。seven 咋不带小石榴来呢？小石榴也不带，带不了那么多狗，只能带一个，老铁们，只能带一个。这我跟你说，这我刚才上西湖的时候，人都不让去呢。啊，这好不容易跟人说好听的，知道吗，家人们？跟人说好听的，我还跟人那个巡警跟人说，我说那个人说这个点儿不让狗狗进，知道吧？不让狗狗进，但是保安说的话，你跟他好好说的话，你抱着他来，就是不让狗着地儿，知道吗？不让他乱跑，知道吧？直接给他抱床上就没事儿，这才跟他说。就是下车之后立马给他抱船上去，知道吗？这才行啊，要不人压根就不让你进。早七点和晚七点，早七点和晚六点之后，晚七点之后可以去那地方，没人管啊。早上七点有的是遛狗的，在西湖，但是七点之后游客比较多，人家不让玩了。七点之后游客就多了。哎，临平周边有点疫情，不然我也上西湖偶遇三元去。临平周边有点疫情，有点严重。你说的是临平有是临平有事儿吗？临平，我明天要去临平那边，要门票吗？这地方不要门票，这地方不要门票，那边更高。哎，这边全是青草的味儿，都是青草味儿。这个就是茶叶，老铁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茶，喝的就是这玩意儿，给它晒干了炒一炒。这是龙井茶啊，我比较愿意喜欢喝这个茶，因为在杭州待了一阵之后，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啊。这个就是龙井茶，之后它喝的特别特别香啊，回味无穷那种感觉。知道吧，龙井茶炒香的那个味道，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都是好茶了，知道吗？这个茶指定是好茶了，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色儿，炒完之后，老好了。明天上临平，什么地方三八？我明天上临平，东湖，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叫什么东湖。东湖那地方属于临平，应该是东湖，具体啥地方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是临平。东湖啥地方？是哪儿啊？杭州西湖边上。家人们啊，咱家有下方小购物车，你们有需要啥你们拍的，咱家这个酸菜，家人们啊，20.09元给大伙发五斤酸菜，20.09元啊，老铁们给大伙发五斤酸菜啊。有需要酸菜的，有想买酸菜吃的，家人们啊，你们可以拍的啊。今天发不了货吧，是不是？但明天能发货。你还回牡丹江吗？回牡丹江。我就带 seven 出来玩儿啊，带 seven 出来玩会儿。我之前在杭州地方狗太多了，也没事，就是我还得照顾，知道吧？我还得照顾，所以就没带他们出来玩过。咱家狗太多，来的时候咱在杭州的时候狗多多狗啊，啊，太多了。公园在临平镇，我在临平老爷，我就记得是东湖那边，我也不太熟啊，这边我也不太熟。酸菜质量怎么样？酸菜质量好吗？咱们东北酸菜质量好吗？20.09元啊，发五包啊，拍一发五包，家人们，酸菜怎么有邮费呢？有邮费不要拍了，家人们，你拍了也发不了货啊。大家伙儿，你拍完酸菜也发不了货，还是又找了一个助理，三万的大爷，俺那三万大爷，大爷呢？三万，大爷在哪儿呢？你叫大爷，
你说大爷喊大爷，咱喊大爷，三姐喊你大爷，三万三姐喊呢，喊呢，谁？大爷呢？大爷呢？三万大爷呢？大爷呢？三万，你喊呢，他就过来了。三姐大爷呢？喊，喊，三万，大爷呢？三文呢？你大爷呢？喊他不就来了吗？三文啊，三文大爷呢？那可乐爸爸还是你的助理吗？也是，最好不要乱走。现在杭州受上海影响，哎呦，大爷是什么？爸爸的哥哥吗？茶树精油，三文大爷呢？三文。三万叫一二三谁大爷叫，你看三万，你让他叫他不叫了。三万不，三万是一条非常文明的狗啊，老铁们，你让三万叫，三万不带叫唤的。三万知道来这个公共场所这么多人他不叫唤，你怎么逗他都不带叫唤的，你看啊，三万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在外面。啊，好好，三万刚夸完你，啊，等这儿呢，看着，他可能有人逗他，我估计下面有人逗三万，知道不？哎，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呀，我找个地方藏起来，三万能找着我吗？我估计三万能往上跑，再进小树林了，三万往上跑再进小树林可就完了，啊，三万看热闹了，三万过来，过来。你看我让，你看我让三万，哎，你看我是，你看他大爷，他大爷在那儿呢啊，然后往这边走，往这边走，我说三万，你带我找他大爷去，你说三万能不能带我找找？我跟三万走，我跟三万走，三万走，你看三万知不知道道啊？三万，三万你大爷呢？大爷在哪儿呢？三万，三万大爷呢？三万，啊，在哪儿？搜搜搜搜搜三万搜搜搜搜一搜搜一搜在哪儿呢？三搜搜搜啊，文文，搜搜，跟你走，我跟你走，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三万，在哪儿呢？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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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妈羊粑粑蛋吗？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嗯，把三万丢了，你就别回来了。三万，搜搜搜。三万说不早了，我看会儿人不香吗？嗯，三万搜搜，酸菜拍一发五斤，老铁们，咱酸菜，哎呀，这个地方好下呀，这个地方不陡啊。三万，你说他能找着你吗？松开手，他着急，我怕他，啊？我一松手给人吓着，他着急，你叫他肯定着急。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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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他，他找去，看，他找他去。这哪儿？杭州，杭州西湖，家人们，杭州龙井村。我现在这个地方在龙井村啊。咱们洗手液啊，洗手液19.9三瓶洗手液啊。有想买洗手液的话，你们可以拍单洗手液去，可以去拍单洗手液，家人们啊。茶园。空气老好了，这地方绿化，家人们，你就看这地方绿化面积达到99%以上，啊，这地方绿化能，这不99%以上啊啊，99%以上绿化，它下面全是采茶的，全是采茶叶的，现在是采茶季吗？肯定是采茶季，你看了吗？你看看，全是自己家的茶。采茶呢，那么多采茶的，这漫山遍野，你们看着所有的带黄点的地方，家人们看着了吗？所有这些带黄点的地方全是采茶的人啊，全是采茶的人，因为他们都戴一个帽子，看着吗？那个
都带一个那个斗笠啊，带点茶，不戴口罩不可能不戴口罩啊，你看我戴没戴口罩，我跟你说我的口罩，我这口罩今天我戴完之后一会儿我就得撇了呀，一会儿我就得撇了它啊，现在上哪儿都得是必须得是管控好自己，戴完之后回去就撇，上车就撇了它，因为谁不知道外面啥样啊。宝弟的茶农大多自己开农家乐，老富了是不是，你看他这，你瞅他们这地方的房子就知道了，这地方全是小别墅，你看这么，哎家们你就看吧啊，这么一大片地就这么几家人，就这么几家人，洗手液19.9元三瓶，家人们啊，三瓶19.9元，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去拍的，三万搜找大爷走，三万我给你找啊，三万我看我身上没有你大爷的东西啊，你搜搜他，再来你搜搜他，走走咱走走找大爷走，我跟你走我跟你走，再来怎么走怎么走，往这走啊，往这走啊，啊往这走，哎呀在哪呢，往这走啊，啊我操，哦咱你慢点，我操不行下不去呀、啊、啊对上山容易下山，哎呀我哦哎呦我去呀、啊！不要给下，给下，给下！哎呀，太陡了！啊？背下来。不行，背背背，三下下下下下下。来，三万来。我操！我操！来来来来。三三，哎呦我去！三上这儿。咱走到缓地方，缓的地方，不往下面走了啊，这地方太陡了，哎呀就没三文找不到的，啊走三文走，带点茶叶，他们茶叶，哎你说他们这茶叶得多少钱一包一斤，你算你估计多少钱一斤啊，好好的对不好的几百块钱200-300都有，稍稍微微好一点得上千一斤，我估计500-600的茶吧也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茶吧你多少都是它，家人们你卖多些都是它，知道吧，三万你过来上这站会儿来，你过来上这站会儿来，1200一斤，你卖多些都是他，看不明白，然后咱肯定是看不明白，我要能看明白的话我就给你们卖，我看不明白我卖啥呀，骗了自己还能还把自己骗完之后再骗你们，是不是，三万出来老开心了，点点亮家人们啊，待会儿点点亮，哎三文给你照相呢，你看，看看镜头，理理我呀，三文看，你叫你呢，叫你呢，叫你那啥球，这，哎，理我，不行，他不配合，不配合，给狗拍照得抓拍。三想拍侧脸，三想拍侧脸，龙永茶制成片状的，三想坐，下去吧，下去啊，好，嗯，从那边吧，这边好走吧，
那边，那边好走，从这走来，走，往这走来，往这走，往那边走，那边吧，啊，这边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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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Steven。这应该是水，我感觉，这肯定是水。在往引上面引山上去浇水的，从哪边下？再往这走，往这走，咱俩走错了，走错了，上这边走。我正好买茶，你带一些吧。哎，我不懂，知道吧？我不懂，我卖不了。啊，哎，我也不是过来带茶的。老三，下下下下下，咱你打头阵。爸在前面来，对，我怕自己被骗啊。那在杭州呢，我们在杭州呢。还可以带 seven 去看看花儿，啊，这沿是这沿道这风景可漂亮了，在这吧，坐好了吧，来吧，等会儿的，人多，这有小孩儿，过来，再过来，过来，过来，小孩儿 ，seven 妈妈去了吗 ？seven 妈没来 ，seven 妈没来，就带 seven 来了。年前回家了，又来了。哪个？走，从这边走。哎呀，这儿有台阶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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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啊，这个好下了。走吧，咱们，咱走吧。这边好下了，来，自己下，咱自己下，快去，快自己去，往前跑。喜欢小 seven， 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大家伙啊，自己下吧，咱们走吧，走走走，啊，自己下吧，走 ，seven 走。年前没回牡丹江吗？回牡丹江了，回牡丹江了，又来玩来了，啊，又带 seven 玩来了，我看还能带 seven 去什么地方。来，你拿手机拿去，你用你的手机给我拍个照。你拿这个手机，我在那抱着 seven， 你在上面往上拍，你在上往上拍。嗯啊，来来来来，过来。哎呀，三块。好，哎呀，这减肥了啊，太肥了，太肥了，三太肥了，来，让人下线，走，快，来来来来来，有点花了，什么？走，咱俩走下去吧。你说刚才咱上来得有多高？有50米吗？应该有，是不是？哎呀，我是爬不动了 ，seven 能爬动，我爬不动了。这地方是干啥玩意儿的？走 ，seven 跑得真快呀！哎。
杭州还有啥能带狗狗去的能玩的，带不了狗狗去的咱就不去了。因为刚才有朋友有咱家粉丝跟我说上什么那叫什么杭州梁楚文化遗址是不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像不让狗狗进吧，那个地方应该不让狗狗进，雷峰塔也不让狗狗进，雷峰塔也不行，不让狗狗去。然后还有灵隐寺也是不让狗狗去，还有一些大公园之类的要门票的地方人都不让狗狗进。咱心里有数啊，人家心里没有数啊。你看 Seven， 哎，你看什么 ？Seven 在山上都没上一厕，都没上厕所，你知道吗 ？Seven 在山上都没上厕所，他也没撒尿，也没拉粑，是不是听话？啊？这没上没拉尿没那啥，是不是特别听话？走 ，Seven 走。景点都不行，就是还有什么地方好玩的狗狗能去的。我估计啊老铁们，我估计啊没啥了，应该是海边可以，这地方人来老多了，这地方你也是宠 Seven， 那咋整啊？反正 Seven 也听话呀，反正 Seven 也听话呀 ，Seven 从小就听话，反正 Seven 走到哪我都带他，我都带他溜，咱在主街上溜溜去，走，咱在主街上溜溜的，啊，咱先找个地方喝杯茶，主街上溜达溜达，看有什么好吃的。这地方人老多了，你瞧瞧，他们都是浙江本地的，他们都是杭州本地的，都是这里。啊，我们在那个哪儿，在杭州。俺家三万这回头率挺高啊，都瞅狗，没有狗，这地方没有狗，都瞅三万回头率也高，三万愿意回头。三万怕我不要他，你看三万这一屁股一撅了一撅了的，看三万屁股一撅了一撅了的，啊，扭的这屁股扭的，带多带三万溜溜的，得给三万减肥，相当于给三万减肥了。等会儿，来过来了，过来。大红花，这什么花？这啥花？这什么花？能叫上名吗？桃花，在那头？什么玩意儿？在那桃花？茶花？啊，那是茶花啊！你说这树都有老多年头了，这个树。盛开的地方，我之前去过一家老太太，有茶药，有农药。你说那花有什么农药啊？我都不让他吃，不让舔，不让他舔那个地上的茶，不让他吃地上的茶。还有薅草，但是三爷不往肚里咽，他愿意薅，刚才薅了，让我一顿。我跟他说了，我说不能薅，啊，三爷现在不薅了。问你们又回杭州了，在杭州玩两天就回去。来杭州玩完就回去，玩两天回东北。是，然后咱直播间有好多朋友都感觉好像是我又要来杭州了，不回去了。老四怎么也没来呀？就 Seven 来了。
就带三万来了。你应该带小迷糊出来玩，小迷糊太欠儿了，知道吧？小迷糊愿意跑，俺家小迷糊愿意跑远，知道吧？小迷糊跑得太远了，我跟你说，我这嗓门是，家人们，你说我这嗓门，我什么时候练出来的？那不就是因为以前总带小迷糊上公园吗？小迷糊满哪跑吗？不就喊他吗？我还喊谁呀、啊？一个他，一个他妈小迷糊。对呀、啊，小迷糊，他不是说撒手没，小迷糊你撒手也没不了，他跟你闹着玩儿，知道吧？迷糊跟你闹着玩儿，迷糊以为你跟他，迷糊以为你跟他做游戏呢。这叫狮峰龙井，这个地方是狮峰龙井。哎，咱上那吃点啥去？这地方就得上农他们农家去啊，是不是？只能上农家去吃去。我估计你走到谁家都行，我估计啊。这地方是不是走到谁家乌龟都能往这边看看。杭州的农村都这样似的啊，就我以前住那房子，老铁们，我以前住那房子都这样似的，他们那边农村啊，这个地方叫龙井村。嗯，随便找一家，你说大哥我要喝点茶，都能喝茶，他们都能喝茶。哟，他上面有一个，你有一个狗啊，要追咱家 seven 呢，有狗这里头。我之前来过这边一家，给虽然穿上鞋没事儿，他走不了这些道，这个道多好啊。拉住啊！等一下打起来！打起来！你家有狗？有，土狗。你这是什么狗？拉不拉的？啊！对。尾巴怎么是这样子的？哦，大。它呀。我比那个小的拉的。这个。人家那个小的。没长大。哦，没掉了。你看这小的拉的。呀！这家伙。这家伙，那土狗咬人呢，恶劣啊！土狗咬人呢，你别让它给掏了，再问啊！你看，这边家家户户都这样式的，讲话能听懂。操！刚才我听说，拉住，拉不住打死。他意思打起来了。我寻什么玩意儿，打起来了，怕打起来。他说话快，是不是？而且呢，没有平翘舌，我感觉他好像都平舌。死面，我都是变回来了。我天哪！他们说话应该都是平舌。来，这老太太家呢，向太太喝点茶去。这你拉住三顿，意思是他家还有个狗，别让两个狗干起来。三不打架，这辈子也谁也不打，三谁也不打。你手机没有电了，给你充。啊？别，给你吧。咱下方小购物车，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单啊！哎，大娘，你要记得我啊？啊？你不记得我了哈？记不记得他？记性不好。啊？记性不好。
你是喝茶吗？啊，喝点茶呀，在你这儿，然后再带点回去是吧？啊，我看看，现在都是。哎，你这有吃的吗？吃的。啊。现在。现在。我饭点了你。啊。三元就是家里横，出来白扯。我来这个地方，我来这个地方给韩哥买过一斤茶。你们是东北这边。我给韩哥哎买了两斤给韩哥。给老韩，韩哥那时候我刚要从杭州走的时候，我已经给韩哥带点东西。那时候不是打算上沈阳吗？结果沈阳那时候有疫情，封了没让去，我就没去。你人有多好？那这在这地方，这地方适合养狗啊，有小院子啊，是不是？这地方适合养狗，有小院儿。在那桃花，三万，你坐下吧，坐下吧，坐下吧，三万，坐下吧，三万坐，哎，坐起来，坐下，坐起来，坐起来，再，嗯。茶，现在都采茶了，是不是？我四哥在的话，肯定打他。三文饿了吗？这都啥是啥呀？明前啊？明前。这今年的茶吗？今年的。啊？明前的，今年的。是吗？嗯。这狗养的花呀。嗯。三文坐，三文坐。呀。啊，差不多点就行，差不多点，尝尝尝尝，看有没有之前那个好。啊，嗯，你记得我不？记得我。啊，人多哈。我这个记性不好。是吗？这咋这么长呢？这长。那个厚一点。啊？厚一点。这厚一点的。嗯。啊，哪个香？白香。先不喝了，来一杯，好喝拿点。啊。是不是？嗯。渴了，三文呢？三文，三文有水，三文有水。嗯。哎，你看我给三文喝点水。三文呢？喝的是你的水。泡两种还泡一种？啊？泡两种还泡一种？泡一种。泡哪一种？茶叶上车，啊、茶叶上车，啊，没有跑车上那种，跑的这个，那跑好的，行，跑好的跑。他们这边是龙井茶，都是龙井。你这有别的茶吗？没有啊，没有别的，就是龙井。我想要点那个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没有，红茶有。有红茶。嗯。你要自己家红茶吗？对，放这儿了啊！来，我们先啊，先闻，看一下。苏州碧螺春，买个宠物水壶啊，有水壶，哎呀，有水壶，坐好了，三哥坐好了，啊，在车上呢。这得多少度的水？这是早晨烧的，现在八十度。八十度啊，不是那么。上次我们好几个人来的，在这儿。几个人来？嗯。上次买了多少一斤？啊？买了多少一斤的茶？买多少钱一斤呢？啊。上次啊。啊。八百吗？八百。啊。上次买了八百。对啊。八百就是这个，这个是一千二的。哪个？喝的。那是一千二的。啊一千二，八百。你看这些个怎么的？八百。它俩差在哪儿呢？就这个采了早，这个采了后。还上车。
越我跟你说，我要懂的话就给你们上，我能懂吗？我也不懂啊。啊？得加点，加点水。嗯。便宜点，药量多。咱也不卖茶啊，咱也不卖茶。这里边是茶多酚是不是？多酚，对。啊？对，全是茶多酚。你正常卖的茶多少钱一杯？咱正常卖的话，对。这个啊。在你这喝茶的。喝茶有这个40一杯。这个啊，要40一杯。嗯。哦。这个30一杯。还有50一杯，50，是吗？嗯，更贵的有2000多一斤。2000多一斤的。嗯。龙井茶，这是不是就可以喝了？可以喝了。啊？三，你来不来？啊？茶是好茶，主要不懂。对，咱自己喝还行，知道吗？咱自己喝一喝还行。你要卖的话，这个时候你要卖的话，咱整不了，嗯。卖的话，咱整不了。哎呀，我就喜欢喝这个香味儿，啊，这个茶这个香味儿，贵不贵？贵吧。卖不了，咱肯定卖不了，知道吧？这不是来卖茶的啊，家人们不要误会啊，三文爹不是来卖茶的，我是带三文来玩来了，顺便呢喝点茶，知道吧？嗯，有好多人他不愿意喝这种茶，他的味道淡，是不是？啊，味道淡，你看像红茶呀，那个红茶味道，这红茶的话色深。花茶，茉莉花茶，花茶香，花茶香。这个是你闻着没有啥香味儿，这个茶你闻着的时候没啥香味儿，但是你喝着嘴里的话就有香味儿了。啊、嗯，喝着嘴里有香味儿。我来过这儿买的茶没这么贵，一个时候一个样。你知道这时候为啥买茶贵吗？家人们，因为这时候是清明节，知道吗？他们这个茶好孬，分明前的茶和明后的茶。清明节之前的茶叶它就好，知道吧？什么是清明节之前的，咱也不懂。明前贵，正赶上现在清明节，再赶上今天是国庆，那个什么，这么多人来旅游的，知道吗？嗯，明前的茶好也贵。嗯，我买的明前茶460多一斤，咱不懂啊，家人们。我之前买的还800块钱一斤的，那我怎么感觉，啊、嗯？那个茶我没喝着，我就在台上喝了。韩哥给韩哥买的，给我老韩哥，韩哥也不知道韩哥喝的咋样。再给你加点水。两位啊。好喝吗？啊，我咋没看你下去呢？山下面啊，没下去，在家。嗯，买贵了。哎，过后就老了。不是，三位啊，这门前是你家茶园吗？不是，我们都在山上。啊。这别人家的。啊、哦，那别人家的呀？那别人家种你家门口了呗？这是？抽签分土地种，先有茶树，再有分土地。啊、哦，都是分的，分到哪儿你也不知道，都是抽的。啊、嗯，离家近和离家远都是抽出来的。抽到哪里是我的，就我的。这茶瞅着挺好，我天哪，瞅着挺好。啊、哦。咱也不懂茶，咱就喝味儿，知道吗？好喝，对，咱就买；不好喝就不买，是吧？嗯，这个茶挺好，一年当中这个茶最好，明显。你们喝没喝都没喝着就买，
对不对？那不就是那不纯属只纯属那个什么吗？性情吗？家人们，对不对？我要卖货的话啊，你们没喝着就买的话，那不纯属性情吗？对不对家人们啊？那纯属大头吗？啊，我给你查查你的换，知道吗？你会自己喝，你喜欢这个味道，适合你。就泡两三回就不好喝了，这玩意儿。啊？它这么大呢？它这个啊？它有多小叶片就好了。啊？小叶是不是更？明年茶一叶一芽2000多差不多，那这个就不是一叶一茬了，你看了，这就不是一叶一那啥了，这就是普通的那个啥了。嗯，茶叶卖卖，不卖茶叶家人们啊。哎，咱卖不了茶叶啊！蔡文，你歇会儿吧。那干杯，蔡文来，闻香不香？蔡文，香不香？蔡文，绿茶水温不能太高，80度。他刚才说用80度水沏的，蔡文你闻闻，香不香？蔡文不能喝。我最要买的，你就上车呗，没有，真没有家人。啊，不是我在卖惯了，真没有啥。哎，你如果要是我的话，我感觉这个茶，我感觉哈，200多还可以。啊，你觉得呢？对，我觉得200多还可以。好，喝吧。是不是？来，再加一道水。嗯。再加一道水。这得慢慢往里加，一直都得有热水，嗯，是不是？你喝干了，你再往里冲就味道不好了，是吧？我跟你讲，这个茶叶呢不能喝干啊，不能喝干，下面留一点水，再加水。嗯，你就是回去喝也是这样。嗯，回喝也这么喝。啊，我感觉也就老爷说的价。但是我跟你说啊，家人们啊，你就看他们采茶叶的，他们茶为什么贵呢？你看人家采茶叶，人都是一叶一叶采下来的，是一片一片采下来的，是吧？一片一片采下来的，嗯，是，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一天能采多些？老板，哪是这样子啊？啊，没有钱过不知道，这么小小怎么采？你说我这一天能采多些多少斤？嗯，有的采也采到一天能采6-7斤。那这6-7斤茶叶晒干了之后能有多些啊？啊，六七斤茶，哎，6-7斤茶晒干了得有多少？茶叶咋晒的？啊，炒啊炒，给它炒干的，给它。不是给他炒炒干的，四姐，茶不是晒的，是真炒的。我不懂。那太简单了吧，是不是？谁在那做茶？炒的啊。要炒，用酒炒。茶是炒干的，炒不是晒。我不懂，人家是专门做茶的，人家是专家，咱。4斤茶，7斤出4斤。7斤出4斤，你算算吗？语言明显不对口。语言不对口，然后呢，文化，这是也不对口，知道吗？词儿，语那个词不达意。
老爷居然忽然，老爷直接是忽然。你们直播卖东西吗？啊，你家没有直播的吗？没有。嗯，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来龙井村，没事可以来这地方喝点茶，101龙茶，龙井101他家喝点茶，老太太人可好了。啊，我说的不对吗？你给我出反告啊。啊，我说的不对吗？你说对就对。嗯，你们在做直播啊？啊，做直播啊。啊，对，你们做直播，对，做直播，做视频啊，对，做视频，对，多少粉丝啊？我呀，50多万粉丝才，啊，哎呀，我就爱掐狗鼻子这个习惯，掐狗鼻子这个习惯你改呀啊？掐狗鼻子不好。钙片讲一下呗，钙片啊，钙片可有的讲了，钙片，加上钙片，你们问咱客服吧，啊，钙片在第61个链接啊，54.9一瓶，500片，500克，啊，200克，400片，啊，400片啊，家人们。哎，500多，哎呀，500和50万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钙片是一瓶是200克，400片，啊。哎，500万和50万是一样的道理。我五年前我就50万粉丝，直播间人数也是一些，5年之后直播间粉丝翻了10倍，但是呢直播间人也是这些，知道吧？证明咱家铁粉没断，咱家铁粉还是这些铁粉啊，过去了这么多年，咱直播间还是这些铁粉，还是这么多铁粉，还是一直追随着我家 Seven 啊，走过来5年的铁粉。嗯，就证明咱家 seven 比较铁了，咱家铁粉对俺家 seven 的，咱们的啊感觉比较铁。我是新铁粉，还有好多没来的铁粉。你看，家人，三兄弟平时我现在把手机往这一支，我把手机往这一支。你能来看我直播，那不都是咱家铁粉吗？对不对？啊，就是看 Seven 来了，就想看，是不是？嗯，不像在家的时候总要做游戏啥的。好喝吧。嗯。一流的啊。啊。茶纯好喝。这冲了几泡了？4-5泡来着。是吗？3泡吧。我看能冲几回，我都给你加了好几次水了啊，这有2泡了，我都给你加了几次了，我还能喝几回？这冲，哎，这里边黑的是什么呀？黑叶嘛，老叶子。老叶子。啊。哪里？进去了。进去了，哎，有一点点，一张老叶。哎。没事。嗯，他没事。这狗狗不贵的，哎，这没有一半是一，就是一个叶一片的，没有啊，都2个叶1个片，两叶一芽，没有一叶一芽的，采茶有规定的啊，没有一叶一芽的，两叶一芽是不愿意碎啊，不是2个叶1颗星，它是一朵一朵的，就这样子一朵啊，你看。它总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是吧？对呀、啊，都有2个叶大的，一个心，一个小的，一个是芽心。啊，对，芽心。
三声听话啊，加盟咱下方小购物车，你们有需要啥的话你们拍一单啊，咱们的东北黑木耳啊，家人们啊，东北黑木耳47.9一斤啊，东北黑木耳47.9一斤。上次我们来了5-6个人呢。哦，5-6个人啊，外表的哪记得住，记性又好。你忘了上回我上山了，嗯，然后呢我下山又碰着你了。啊，上一次啊。嗯，记性嘛，上次什么时候来了？去年，你去年年底呢？年底啊。嗯，记性没办法。是不是有小孩了？没有小孩。没小孩都大的。嗯，记性不好了，老了没用了，记不住了。那年 Seven 病的时候我难过，天天关注 Seven， 感谢马家啊。哎呀，贵人多忘事儿啊。对，不是啊，真的是人老不中用了。真是人老不中用。我没上游泳去啊，没有用。我自己也在说，哎呀，没用。岁数大了是吧？嗯，岁数大了，根本就记不住，人老多事儿。哎，这茶一般都是倒杯里喝，没有，哎，就那种没有那种，就是那种茶，是那个茶功夫茶吗？不喝功夫茶，龙井茶为什么要用玻璃杯？嗯，一个看颜色，一个看形状。啊、嗯。就是说它泡起来很漂亮，对，一个一个。嗯。喝点龙井茶行。嗯。饱饱水中找啊。喝水喝饱了。三妈没来。哎，三妈太乖了，好听话，也不叫。你不喝了？没了。嗯。上回买了4斤呢，买4斤。嗯。今天都买几斤？啊。现在哎呀，这回就在你家喝点茶。啊。下回来再买啊，没喝，没喝了，没喝了呢。啊？没喝了呢，家里的茶。下回再来买。这茶还行，挺好。但是这茶不是今年的茶。不是今年的，有这个颜色的。嗯。都新茶了，看看齿人就知道。去年的茶有这么颜色的。啊。去年的茶都发黄了，泡出来。但每年都得发黄，你炒完之后不得发黄？不是，新茶是绿色的呀。狗粮什么时候能发货？能啥时候能发货？过两天吧。这两天不行。艾米区现在不让去了吧？全国都有你联系方式，有你家的联系方式。有啊。啊。上次有没有？有。哦，上次有的。有。谁家没去，就上你这儿来了。刚才上山玩，山上玩去了。嗯。溜达一圈，下来就奔你这儿来了。嗯。哎呀，喝饱了，喝水喝饱了啊！寻思上次你不说吗？和你没吃饭的话，和你家来你家吃点饭。现在忙煮茶，没时间做。嗯、现在就是一般就是中午的时候得预约，是不是？要预约。嗯，预约。你我们要去游泳 ，Seven 呢？这天游不了泳。这今天有多少度？有20度吗？19度。19度，没有20度。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游泳不行，上大江游泳也不行。这有河吗？边上？没有河，就西湖是吧？就是湖嘛，西湖。你现在咋不上山下去找人去找人上来呢？你要去的。啊、现在人多呀，现在。是。现在这个事儿人多呀，
这一般都过来旅游的人多是吧？我看这山上随便上啊，是吧？你想上谁家上哪啊？想上哪上哪。嗯。啊？扫一下嗯，扫一下。扫一下。扫一下。嗯。扫一下码。为自己也为别人啊。给三文也品一品。三文呢？不让他喝了，太热了。不让狗喝茶，太热了，三文。嗯，咱们自己走吧。嗯，我说好的，他给我开东西。南方你们这边没，就是杭州这没事儿，东北那边不行，吉林长春那边是啊，不行。杭州还好。嗯，上海不行。上海可害怕。三哥该睡觉了，一会儿三哥该睡觉了。感谢开心快乐啊！谢谢家人们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老铁们，谢谢大家伙啊！没事，你们可以来杭州的话，来这地方叫龙井村这地方玩一玩，溜溜的啊，看一看这边的。这个叫田园风光，是不是？喝点茶，一家三口跟朋友啥的来这地方溜达溜达，啥时候来都行。这地方我看啥时候来都这样式的，因为杭州这地方本身就是四季如春，它就本身就四季如春。这地方看三表演才艺啊。龙井茶，哎，风景如画。三文，你高兴吗？你看，三文鼻子都黑了。哎，三看啊，三文坐好了，你看，家人们，你看着吗？三文这鼻子都黢黑了，你看，坐下，三文坐下来，坐好了，坐下。来，你坐下。你看三文鼻子却黑了，都越来越黑了，是不是？他你看，不喝了，我喝饱了，喝不下去了。这现在还有颜色呢哈。对呀、啊。好嘞，你家有狗啊？什么呀？那什么呀？猫啊，那是小猫啊，小猫，没事，好了、给你皇冠没理我，榜一，感谢啊，感谢铁腿啊，不好意思啊，哥，不好意思啊，没看着，感谢咱榜一啊，铁腿大哥啊。感谢送的皇冠啊，我没看着，大家点关注，家人们啊，谢谢哥啊，不好意思，真没看着，家人们啊，感谢咱们主播，哎呀，主播榜单一号麦，感谢铁腿大哥啊，没事，我也是巴顿的粉丝啊，感谢哥啊，没看着啊。咱都自己家人，别生气。我总看不见。你看，一般我直播愿意自言自语的，知道吧？啊，也不愿意读公屏，我也不愿意读公屏，自言自语的啊。你看，感谢铁腿大哥。你要喝吗？哎呀，不喝了，我也不喝了。先买就行。先不买，先不买了，明天来再买。啊？明天来再买，我买了从你这直接，我让我媳妇在你这买去。坐下。不买，我拿进去了。行，拿去吧，谢谢啊。嗯。
想，我想卖你茶叶，咱这不卖茶叶呀，家人们，咱不卖茶叶。啊，毛孩不带了。还有呢？走啊！三叔走，走啊，走啊，走！你三叔走，你看，你看，三叔跟着走吧。你看，你看，看看看，你看，他要走，三叔走，你看，他要走的意思吗？你走啊！啊，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呦，我操！哎呦我，哎呦我！哦，走吧。龙，你给他钱。我大娘啊。他就要给的。嗯，给你，给你，给你钱，谢谢啊，大娘啊。嗯。下回来买啊。下回来买。三月这暴脾气，三月不行了，他要走。三月要走。他拽我走。你这个狗吓人吧？啊，这个狗吓人吗？不吓人啊。那、啊、这三宝宝吧。啊，这三宝宝吧。你说他吓人呢？怕呀？啊。我想他要三宝宝不嘞？不生宝宝了，生他生过了。嗯。这是什么的？这个叫什么狗的？拉布拉多。啊。拉布拉多。走。走。是公的，是母的？母的。生宝宝不是母的，嗯，生宝宝肯定是母的呀。这什么树？这像是好像是也是茶树啊。啊，走，三万走走，不要乱闻东西啊！不要乱闻东西啊！拉布拉多。风雨之后。茶水多少钱？茶水多少钱？30块钱一杯，40块钱一杯。枇杷树，枇杷树，枇杷不是能吃的那个枇杷树吗？哎，你说人家这地方，这山里头信号都这么好，他有狗。三文他有狗，走走走，走。三文走，他有狗咬你啊！这有狗，这有狗咬你了啊！这有狗。这歌咋的？啊，在这儿呢。这狗上这儿来了，快走，快跑，快跑，三快跑。完了，出了一对儿，三出了一对儿，完了完了，走走走走，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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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这摇人了，走，摇人了，铁腿又送礼物了，感谢腿腿大哥啊，感谢咱家铁腿大哥啊，哎呀妈，铁腿大哥别送了哥，哎呀。哥哥还是姐姐啊？是哥哥还是姐姐？别整岔去了啊！感谢哥哥啊，家人们，感谢那榜一啊，铁铁大哥，他可点点关注啊，家人们。妹妹啊，妹妹吗？性别男。我看那照片是个美女啊。嗯，是不是？我没挑理，就想唠嗑。我期待何人？这不老乡吗？七台河那不就老乡了吗？家人们啊，啊，感谢哥啊，那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他对象，那个照片应该是对象。这车是充电的吗？感谢铁铁大哥啊，这名字好像大哥，这名字好像大哥。七台河离得可近了。七台河离咱这多远？鸡西那么远呗？对，没有鸡西那么远吧？
先到几期再到几期。先到几期再到啊，过了几期了。我估计开车的话有三个小时到了。是不是往这走。哎，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到了。他怎么还用东西顶着呢？这东西啊，车怕滑下来。嗯，这地方老多车了，这地方都来。你们明日可以来这地方玩啊，是挨着。没事，来牡丹江玩，哥，回牡丹江了啊，来牡丹江玩啊。没在黑龙江，没在黑龙江。我们在杭州呢，家人们。我们现在在杭州，现在我们要下山了。研究研究，看还能带三位去哪玩？刚开的，上。研究研究，看还能带三位去哪玩？我研究研究，来完这儿了。看还能去哪儿？一会儿走。这里头房价呀，我才20多岁，是弟弟，没事儿。我跟你说，只要上榜一的都是哥，别管上榜几啊，能来直播间看直播的啊，三元爹一律啊，全是不管叫啥啊，必须得哥，感谢哥啊。挺油挺贵，费油挺贵。你说这个地方房价呀，这个地方房价的话不得两三万一平啊，这会儿就得两三万块钱一平。哦，不要往前拍了，往前拍的话容易让人误会是我开车呢。还能去要回杭州住吗？不回杭州住。我给你们看这景啊，这会儿我们不回杭州住，我在上海离得可近了，在上海住一房户啊。Seven，过两天回去能看到四哥，过两天回去，哎，咱是不是从那边能过去啊？能那边就能过去，那边能下去？那边车堵着呢吗？啊？你这出发去哪儿啊？我看看还有啥地方能玩儿啊！一会儿再找一个新地方，还能不能找个地方就去直播了？去横店电影院电影城，横店电影城在杭州吗？啊？横店吗？横店影视城。横店影视城是那个全是。皇宫那个地方吗？啊，对，差不多吧。三可了，这是在外地呢，对，在杭州呢。老弟，没拉小迷糊，没拉小迷糊，我只能带一个狗，我带不了那么多。我带多了，我管不了啊，那不掉虎离山了吗？那小迷糊和赛文他俩都尖呢。那一个往东头跑，一个往西头跑，那不掉虎离山了吗，老铁们？啊，那叫啥？那不声东击西了吗？一人一狗旅游太幸福了，两个狗真整不了，知道吗？你两个狗你牵都不方便，管理不了。啊，所以我更愿意带 Seven 出来 ，Seven 老实，你看 Seven 老实。你带老四的话，老四我也不能说老四不老实吧，啊，你得有你我给你出门一般都得带 Seven 啊，因为我得带老四他妈妈，我带老四妈妈出来不就相当于带老四出来了吗？我带 Seven 出来不就相当于带老四出来了吗？家人们，对不对？哪个狗这回还带三文，下回还带三文，有的时候左右为难啊。
因为咱家因为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啊，是因为 Seven 啊，是因为 Seven 咱们才互相认识的，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不带 Seven 带谁呀、啊？是不是？咱是因为 Seven 才互相认识的，是不是？必须得带 Seven。这人老多了，应该往哪走？往上拐吧，是不是？往上走，上走啊。应该是往那边走，那边，对，往上拐，往上拐。龙井村，这全是外地人，这外地人可多了，来这个地方一定做好防护，戴好口罩。这倒偏向 seven， 对呀、啊，这个快手号本身就是因为 seven 才有的，所以只能带 seven， 不是我偏向的。五一人更多，下回再出来玩呢，家人们，下回出来玩，你说带谁？家人们，你说带谁吧？你带谁都挑理，但是你带 seven 的话，肯定没人挑理。对不对？你带老四出来，为啥不能带老大呢？为什么不能带迷糊呢？为啥不能带石榴呢？还有虎妞，为啥不能带呢？对不对？但是你要带 seven 来的话，就没有人能挑理。你带别的狗，就能有人挑理。感谢桃子姐姐啊！欢迎桃子姐姐！感谢桃子姐姐送来的那个大炮啊，爱心大炮 seven。上来，感谢桃桃姐姐送来的爱心大炮。咱们再给桃桃姐姐点关注啊，至高无上的榜一啊！欢迎桃桃姐姐。三文上来，三文你上来，三文上来，上，三文累了，三文想找地方坐好了呢，坐好了。感谢桃桃姐姐啊，不用关注，我就来看三文宝贝的。这两年疫情，卖茶叶还有茶园没有，能说溜的真好，东北封在家里头出不去门。哎呀。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也胆秃了，知道吧？我也胆秃了，就出来才知道这边是真是南方比咱家那边好，这边管的不严，这边还没有啥，还没有情况，想上哪都可方便了。三样厉害，顿顿在家不挨欺负了。你带个茶叶多好啊！不带茶叶了，他这时候茶叶贵，知道吧？之前不懂，我跟你说，我买茶叶就是送给人家，我自己喝，我自己也不喝，我也不喝那茶。老四出来我就老喜欢老四。考察市场去了，老爷的意思是你出门了，老四他们我们就半月见不到了吧？对，大伙看不着。那我要是不带三文的话，大伙就挺长时间看不着狗了。这里茶富的离谱。哎呀，杭州哪都有钱，都有钱。要不人，你看杭州哪个地方不是那种家里头都是大别墅？谁家屋里都有别墅？这个地方谁家屋里都有别墅？
谁家都有别墅，谁家都是盖别墅。你觉得像这样别墅哪儿满哪都是，你随便找一个村，你随便找一个村，家里都这样式的，都是这种高高两层三层的，两层三层都是少的了，一般都是三层四层五层的了都，这个地方。7，7，你看人家7神清气爽，7，7，7，7神清气爽。我在家直播卖货也一样，杭州萧山那一带都是这样。不是萧山也这样，萧山其他地方也这样。哎，跟三文合影，刚才跟三文合影。这里边10块钱一小时啊。龙井场。这要去哪儿？我去找找啊，看有没有地方还能去的，带三文去的。偶遇粉丝了吗？没有啊，感谢腿的啊，感谢铁腿啊，感谢咱家铁腿啊，感谢二米又开心就好，感谢铁腿啊，家人们咱给铁腿点点关注，老铁们啊，感谢铁腿大哥啊。再给铁腿大哥点点关注，什么时候能回看老四？过一阵儿的，过个一个星期吧，啊，过个一个星期吧。老爷跟下江南似的，还带个贵妃，下回带咖啡，我下回整个咖啡来。榜一是吗？榜一是啥呀？榜一是桃子姐姐啊，铁腿大哥，铁腿大哥是主播榜单一号麦啊，咱铁腿大哥是主播榜单一号麦。下回带咖啡，带个洒身的。我不是主播，不知道为什么，你肯定是有直播，你有直播权限，知道吧？你指定是有直播权限，所以你才在那个主播榜单里头。啊，又走了，玩一会儿呗，玩一会儿就走了，看有没有别的地方能玩的。对，有直播权限应该就分到那里头去了。就你一个人去的吗？三文爸这次又去杭州带货吗？不带货，这不带货，这就是带三文玩。开车几天能到？开车一天一宿，30个小时吧，开车30个小时，俩人倒班开30个小时，2800公里。感谢春雨啊，感谢春雨啊。没去之前的屋吗？明天去，我明天去。谢谢春雨大哥啊。前几天买的牛肉还没发货呢，现在牡丹江就这样式的，老铁们，牡丹江现在发货可慢了。我前脚从牡丹江出来，牡丹江现在就管控了。牡丹江现在就这样式的，我回牡丹江都得那个啥，都得管控，我回牡丹江都得隔离。会开车吗？问你也不说，不是可乐爸爸啊，是俺家 seven 的大爷，是 seven 的大爷。可乐的爸爸不会开车，
之前那个咱的助理不会开车。三，你瞅我，三，这，抡抡抡抡抡。啊，咱们反正想看外头，想看外面的风景。三，你过来上这边来吧，三娃来，过来来，你上这边来。三，你上这边来，来，你过来，过来，好，在这吧。坐吧，坐下，好。完了，我跟你在这儿。山大爷是你的谁呀、啊？那你看，咱你坐着，你看，咱你不愿意在这儿吗？山万呢？山万。在西湖呢吗？现在在西湖呢，在西湖要走啊。这多凉快！哎，这多凉快！我不知道这么能不能这么播啊？我没开车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式的。这样播好像违规，在车上这样式的应该是不行。山吹风呢？啊，给三文吹风呢，凉快不三文啊？小风吹的，啊，嗯，三文太自在了，往外面看，凉快吧？笑了，三万乐了，反正三万今天难得一乐呀。三万今天难得一笑啊，三万，啊，三万几岁了？三万马上六岁了，五岁半了，还才五岁半了。我四十多岁都没离开过家，啥时候把老大带出来呀？咱以后挨个狗子带，但是每次咱只能带一个狗子出来玩啊，那出来玩也是每次只能带一个狗子出来玩。一个人怎会看见我心碎，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三万好开心呀，反正三万是溜达的最远的一个狗，三是溜最远的一个狗，来杭州来两回了，三来杭州来两回了，三万净坐车玩了，啊，三万是不是净坐车玩了？三他愿意坐车，他愿意吹风，我想和你去吹吹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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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世界的人一个人颠颠倒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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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三不晕车，饿得慌，三不晕车啊，现在溜达呀，在车上呢，反正三万现在在车上呢，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哎，我有的眼睛就看还能还能去哪儿，看还能去哪儿。嗯，给加三戴口罩就好了，感染上病毒别大意了。他不能老是戴，知道吧？他不像咱们似的，他不像咱们似的，你让他老实戴，他就老实戴了。啊，你让他戴，他一会儿就给你扒拉掉了，知道吗？狗狗他一会儿就扒拉掉。因为以前给三院带过，他的确是不太方便，知道吗？第一呢，他没地方挂口罩，其实你挂上他就给你扒拉下来，啊、嗯。他往里面走啊？嗯，等我得搜啊。行了，家人们啊，我就不给大伙播了啊，家人们啊，我搜一搜，因为我们这地方也不熟，我们这地方也不熟啊，家人们，大米沈阳。哦，不发货了。大米现在应该是发不了，沈阳现在得过两天，得过一阵儿啊。好了啊，家人们啊，下播了啊，往下播了，感谢家人们啊。啊，应该是往那边走。拜拜，拜拜。晚上再说吧，家人们，我看看，我找找啥地方，啊，拜拜。